暌违多年再次复活的樱花大战新作《新樱花大战》，老玩家苦等的新情报终于来了。在樱花大战地剧宣传部通信直播中，一举公开了多个最新情报，让我们解解馋咯。首先当然就是玩家们期待已久的前花组成员神崎井确定回归，他已经晋升为帝国华集团总司令和大帝国剧场的经理，声优也还是由负责美智慧小姐继续担任哦。接着就是一一公开剧团内其他成员和飞空输送艇详尽完的情报，神奇的秘书龙胆勋，剧场杂货店的超级商人大叶小挺，同时身兼剧组后台荷花组工程师的司马令士，这些非战斗成员和过去的作品一样，也会与主角有很多的互动剧情。系列以来的经典互动系统 LIPS 同样也会在新樱战争出现，和过往一样，玩家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决定好该如何应对，或是利用这个系统完成同伴给予的指令。而与同伴间互动的演出则是朝向完全 3D 化的方向呈现，比起过去简单的例会只能由一张图带过的事件，现在全都完整的演给玩家看咯。不过目前还没有公开战斗系统的部分，究竟转变为动作冒险游戏的新樱战打起来究竟是什么感觉呢？就等制作团队未来释出新情报吧。